咱即马只是订婚，还未结婚呢。你要甲房间喊，你甲安尼，未输你敢出气壳呢？阿婆，你甲恁前妈这样冲动啦？你早都应该甲我讲啊！吴信贤想做犯规禁欲，想卡打相准，甲白昭英啊订婚，我要甲问我清楚。你搁去找吴禁欲啊？咱已经订婚了，你哪会当搁去找吴禁欲？我完全拢是为着，无想要切阮妈的心意，为着阮爸妈，我才委屈我家己甲你订婚，我根本就无爱你。阿姐，我讲话不要跟你有理由接受，只要你好好玩就好啊。喂，你酒量无好，你啉遐尼济酒，啊，万一一个人倒伫咧路边是变怎？今天奈用一款感情看文耀哥，未输实在已经够感款。咱即马只是订婚，还未结婚呢，你要甲房间喊，你甲安尼，未输你敢出气壳呢？阿婆，你甲恁前妈这样冲动啦？你早都应该跟我讲啊！吴信贤想做犯规禁欲，想卡打相准，甲白昭英啊订婚，我要甲问我清楚。你搁去找吴禁欲啊？咱已经订婚了，你哪会当搁去找吴禁欲？我完全拢是为着，无想要切阮妈的心意，为着阮爸妈，我才委屈我家己甲你订婚，我根本就无爱你。这个保险非常的安全，只有咱家己人。这个皮肤上好，你来陪我。安吉小姑姑，你伫倒位？啊，你来车去挂佛珠哦。哇，你安尼母啊，大家哪有法度心息会起来啊？我即马出去一下。你来这间包厢，但是还袂讲煞，谁拢袂当离开啦。